金丹之道，炼己为先。金丹虽成，仍为外道。好汉谨慎处之。内敛承担，外敛惩罚。 炼丹术。
Ah!
风流啊，比老朱更怜香惜玉。妖精，姓甚名谁？老实说来。若有半句编谎，叔叔的钉耙可不长眼。哼，好险好险，多谢恩人搭救。我是大力王的女儿，名叫平平。胡差，牛魔王何来女儿？哄骗我老朱讨打。我记得你，我母亲玉面公主就是被你所杀。母亲死后，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。铁扇公主心善，认我做了养女。后来哥哥从南海学成回来，我们一家团聚，终于过上安宁日子。哥哥一向孝顺，对我也甚是关照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不久前他忽然性情大变，他悄悄招了火云洞的旧部过来，先是求了父亲，又困住母亲。我实在没有法子了，才跑出来搬救兵。可的一出山口，就撞进了哥哥的手下。那牛魔王神通无穷，我跟师兄两人才斗他不过，铁扇仙更有灵宝护身，怎么到了你这女怪嘴里啊？说求就求了。谁能料到自己儿子反目成仇？做父母的，谁又真的狠心对亲生孩子动手？呆子，这小狐狸哄你玩呢。你们看看这里，若不是哥哥的三昧真火，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？不好，父亲性命顷刻急救，请侯哥哥务必助我一家渡此劫难。火焰山极凶极险，这只蛟鹩虫儿你却收好，到时自有用处。这声音耳熟得很呐，老朱我去探探便知。来不及了，侯哥哥，我在前面带路。
适才，那位朱长老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？我且不计较从前血债，他倒好，竟还有如此大的敌意。这山里山外到处都是哥哥的手下，猴哥哥务必跟紧我。从前，哥哥常与我在这山间玩耍，那六剑将还会对我们开心，好生快活。 此处有动能过，我先行，猴哥哥亲自往前出去。 两只脚比不过四只脚。 哥哥的三昧真火实在厉害，上山的路都已封死了。要灭此火，需得用到母亲的芭蕉扇。可是母亲她……随我来。
从这里跳下，有条密道通往母亲的寝宫，他应该还在里面。母亲一向溺爱哥哥，怎肯轻易交出扇子？侯哥哥在想什么？莫非不肯与我去搭救父王？我想起来，旁边不远的地界另有一位高人居住，据说以前也是母亲的故友，如能再请他出山与我们一同劝说母亲，借出芭蕉扇的机会又能再大几分。我速去速回，侯哥哥自己当心啊。
来了！错了，比那个差得远啊！没错没错，带我，猴子，一样。带我是带我，带我是猴子。不好不好，这个这个都是麻烦。You
猴子，棍子，死的，活的，大王都要。站住！大王有令，擅闯娘娘进宫者，杀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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